高教练，中华棒球队从今天开始集训，他们集训的计划是怎么样的？我们总共分个五周的集训，那么第一周、第二周，注重于基本动作，就是打击嘛。一开始就打这个投手丢的球，那么先投手方面在那边给他们矫正投球的姿势。打击手在那边打那个一般平时打前进投的球。这次的中华棒球队，大家都对他们寄予希望，而且都很看好啊。菲律宾主办当局也认为中华队这次相当厉害。那么，据你的分析，看我们的实力能够达到什么样好的成绩吗？就是上一届第九届我们在汉国成绩太理想，那么最近陈家瓜表现的我们想象的还要好，所以不但国人对我们的期待，而且比较多吧，对我们他们相当的所有的球员上，他都是决心一定要为国家最大的努力。这次你看我们投手的阵容够吗？投手就是谭新明，现在只有王筹，那么蔡旭荣也可以。那么陈旭荣，这个在旧越南或者在好像在日本打这个定期打击的话，这个用陈旭雄的或者这个中压这个高音节，年轻而且是投手，就最近几年来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棒球队很少有这样的新人出来，所以投手相当可以期待。我们上次在汉城输给日本，在尼加拉瓜击败了日本，这次在马尼拉，你对于跟日本这场比赛自己的看法怎么样？菲律宾、欧洲也许在这五个球队中稍微差一点，那么我们应该在韩国跟日本三个球队里面实力应该是很接近的，那么也不能一概说可以一定能赢哪一个队的。希望我们这个中华队有好的士气，也希望你好好训练他们，六个星期以后有好的成绩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